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节目最开始播报一条最新消息：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正式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结束了外界此前的各种猜想。可以说，川普呢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与香港人站在一起。美国对于迫害香港自治和人权的中共和港府官员的制裁呢即将开始。川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可以说是送给香港人最好的感恩节礼物。此举对于正在进行的贸易协议谈判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相信中共方面一定会做出回应。关于中国视频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这两天呢又出了一个大新闻。上周日，一名叫阿奇兹的美国女孩在 TikTok 上分享了一则美妆短视频，表面上是教大家怎么样加长眼睫毛，但实际上呢是向网友揭露有关中共在新疆设立集中营的事实。 Hi guys, so I'm gonna teach you guys how to get long lashes. So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grab your lash curler, curl your lashes obviously, then you're gonna put them down and use your phone that you're using right now to search up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how they're getting concentration camps, throwing innocent Muslims in there, separating their families from each other, kidnapping them, murdering them, raping them, forcing them to eat pork, forcing them to drink, forcing them to convert different religions, if not or else they're gonna of course get murdered. 阿其兹也同时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这则短视频，到今天呢，累计点击量已经超过了几百万次。与此同时，TikTok 立即出手，将他的账号暂停权限。阿其兹在推特上发布了这个消息，并说。 中共惧怕传播真相，让我们继续让他们害怕，并且传播真相，救救穆斯林。阿齐兹应该是笃信伊斯兰教的美国人，相信他一定也是看了最近《纽约时报》的报道而决定采取行动。《纽时》的报道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有关中共在新疆系统的迫害和镇压，包括维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政策文件。阿齐兹呢被 TikTok 禁言的消息被媒体广泛的报道之后，令大家再次将焦点放在了 TikTok。 配合中共做言论审查，上面今年曾致信给美国政府部门，要求对 TikTok 的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调查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今天呢就阿奇兹事件呢转发推文说，这就是中共怎样向美国输出他的言论审查。不只是 TikTok，在海外华人中广泛使用的中国社交软件微信 WeChat，最近呢也再次因配合中共言论审查而引发关注。上周末，香港区议会选举。 支持民主的候选人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很多在美华人呢发现他们无法在微信上表达对这次选举结果支持和赞扬的观点。这一事件呢由美国的科技新闻媒体 The Verge 网站呢率先报道。文章说，德州休斯顿的一名华人信息安全分析师，名叫谢斌的人呢，他的微信账号近日呢被关闭了，原因是之前他在微信群中写道，支持中共的候选人完全失败了。 谢斌呢对 The Verge 说：“如果你在中国会遇到审查制度就算了，但是在美国这个国家呢，我是共和党人，但在微信上，我和那些使用微信的民主党人都遭受到了同样的痛苦，我们都受到中共的审查。”微信的总公司腾讯方面在回应 The Verge 的声明中表示：“微信的海外版本和国内版本使用的服务器不同，强调海外版本的服务器在中国的境外，不受中共的法律管辖。” 显然呢是在撇清所谓的言论审查的指控，微信的回应和 TikTok 此前的回应呢几乎是如出一辙。然而事实上，这些中国科技公司正在面临在海外既要配合中共做言论审查，又要接受海外各国监管部门就打压言论自由和泄露用户资料所展开的审查。这次呢，美国女孩阿奇兹可以说做了一个范例，相信呢会启发更多关心新疆、香港、西藏以及其他人权议题的网友呢争相效仿。 估计到时呢，TikTok 就防不胜防了。对于在年轻族群中迅速窜红的 TikTok，近年来呢，美国国会和政府可以说是动作频频。今年的十一月二十一号，美国陆军已经就军方使用 TikTok 进行新兵招募展开调查。十一月十八号，国会参议员霍利提出了法案，旨在防止美国网络用户的数据被传输到中国以及其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而此前，TikTok 在其平台上屏蔽香港反送中内容的做法呢，已经招致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关注。特别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类似 NBA 风波之类的事件，让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中共利用其经济和市场实力向海外延伸政治审查的严重性。对此呢，英文新唐人记者在香港采访到了歌手何韵诗。 The Chinese machines—they have been very sophisticated machines that have been working towards, you know, controlling a lot of different uh, areas in the world, including, you know, universities with the Confu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uh, you know, so on, uh, controlling uh, different corporates, say the NBA and Blizzard. You see all these uh, international uh, corporations. The con Succumbing to this kind of political pressure. So, if this could happen to these companies, then it could happen to you or me or anyone, basically. So, you know, if you do not want these universal values, you know, of freedoms, of justice, of uh, uh, you know, the freedoms of speech to, to erode and what has become of Hong Kong, then you should voice out your concerns and uh, you know, to to make your governments uh, do something about the situation. 新唐人的中国解密英文节目近期采访到了美国智库哈德森学院的高级研究员、退休空军准将斯宝丁。这位将军最近出了一本名叫《隐形战争：在美国精英入睡时，中国是怎样占领疆域》的书。他直言，中共几十年来已经向自由世界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用金钱和技术买来的影响力，迫使美国民众对其践踏人权、言论自由等等默不作声。 已经及时地觉醒, the fight is just different this, day, this time. You don't have to go, you know, uh, pick up a weapon and go fight in some faraway land. You have to fight for democracy right here at home by recognizing that democracy here is under assault. Look at what happened with the NBA. It's clear as day if you choose to look at it. So, in a way, we're already in World War III? We are in World War III, and you are in the front lines. I am now in the front lines. I, when I had a, a uniform on, I was you know, working in the government. I wasn't really paying attention, but now I'm fully woke.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今天呢，被媒体追问是否认为中共介入台湾选举时呢，答非所问，还追问记者是哪家的媒体？是否认为中共还是没有介入台湾选举？那是否会呼吁中共不要干预台湾选举呢？我听你讲，我右边耳朵都发聋，我换一个左邊耳朵来。抱歉，市长，请问是,是否认为中共没有干预台湾？先报媒体的名字。 不好意思，可以回答我们我是哪一家媒体？新唐人的，不好意思，可以回答我们是哪一家媒体？新唐,新唐人。哦，了解。好，请问其他问没错，向韩国瑜发问的正是我们新唐人亚太台的记者。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上，相信呢所有关心岛内选举的人都想听韩国瑜亲口说出“不要中共介入选举”这句话。韩国瑜的反应呢，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看到相关受访视频呢被传到网络后呢，网友纷纷留言，有的说。 他很明白新唐人跟共产党不对盘啊，也有的说，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料，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根本就是怕触碰这个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君山新唐人》的 YouTube 频道“君山焦点”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我是林萧然，下期再会。